喜欢你的人在那边，23号。你期望一段战友式的恋情吗？我喜欢战友。对，我喜欢那种一起成长，然后共同经历。等会儿，你稍微解释一下，战友式的恋人是一种什么感觉？其实我的理解和他是一样的，就是两个人一起努力，一起进步。我感觉战友里面他有共同挑战，共同奋斗，这是比较明显，但里面潜台词还有一种心理的暗示，是极度信任。你说的就是有的那个部分，但我发现那个男嘉宾对战的那个部分他还想了蛮多的，比方说他做家务的时候就不希望对方在玩。包括他前面有一段感情说那个女生很安逸，他就天天睡懒觉什么的，他也不喜欢。所以这个男嘉宾是蛮上进蛮努力的那种人，他希望有人跟他并肩齐驱。24号。男嘉宾你好，第一段感情当中，然后因为女朋友对你很好，所以你跟她在一起了。你在感情中是属于被动型还是主动型？就是你会明确的对你喜欢的女生表达爱意，还是细水长流慢慢的去了解？如果我对你有喜欢，我是会主动的把我自己的喜欢都会表达出来。啊，就是能明显的感受到你的喜欢。对的。最后，方娟有问题吗？我留灯。